影片开始之前，我们感谢昨天赞助的各位，感谢 Reality 的30块。什么时候可以再玩一些会黄标的游戏？我还是要赚钱的啦，所以偶尔久久才会有一次。感谢阿杰的75块，杰哥表示我就是要，先不要好不好？先不要。感谢音速超人的30块，我的第一次超级感谢就给你了。请问可以说一声统一师总冠军吗？您说打棒球的东西吗？啊，我这样讲会不会引起公愤啊？我觉得换个讲法好了，各位心中的球队都是冠军，好不好？都是冠军。感谢快乐培根头的港。B15块，你的影片越来越好看。荆棘的迷因大迷宫会出第二集吗？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还会有几集啊。只是那款游戏要一直叫，所以我不能连续的拍，喉咙会爆炸，好不好？可能中间会塞一两集份给你啊，然后再出一集这样子。感谢振作的30块，感谢留言来了。玩迷宫太好笑哦，那款真的是蛮白痴嘞。昨天那款玩的还蛮开心的。感谢挖苦的70块，今日有感谢留言，有哦，我收到了，感谢。感谢 WOW 的港币10块，小小的礼物吧。关注了你很久，影片还是依旧的好看，那是。肯定的，好不好？记得天天都来看。感谢猫小姨的30块，怎么这么多鬼啊？我觉得多一点比较刺激啊，对不对？一大堆杰哥追着你跑，在劫难逃啊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昨天的感谢留言，今天影片正式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来玩 Robus。 这张地图的名称叫做 Elmira， 艾尔米拉，听起来是一个小妹妹的名字。这张地图有 30K 的赞啊，应该还可以哦。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介绍，给第二张点个赞，已经有第二张了。你在学校旅行的期间，在公共汽车上睡着了。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醒来，发现所有人都不见了，眼前只有一座旧医院。完全明白了，看起来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废弃医院逃脱吧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哦。确定要自行推出此游戏吗？是的，我非常的勇敢。我们直接一个人进去啊！恐怖游戏就是要一个人玩才过瘾。我发现 Robus 是不是有改版啊？他好像把那种游戏中有英文的都把它翻成中文，对不对？感觉还不错，挺用心的，我喜欢。艾尔米拉正式开始，这里是废弃的荒郊野外。F 是光 ，OK。Where is everybody? I should go。大家都去哪里了？我应该去找他们，他们不能走得太远。这就是我们刚刚游戏中一开始看到的嘛。我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医院，然后车上的人都不见了。目标是要跟着电灯，这个吗？怎么跟我们昨天玩那款好像有点像啊？是不是？跟着电灯走，然后走到废弃医院嘛。OK， 感觉快到了哦。他的体力也好少哦，下面那条耗得超快的。Look like an old hospital， 看起来像是一间旧的医院，他们一定在里面。你怎么会肯定你的朋友会跑到废弃医院里面探险啊？目标是进入医院呢，从这边进去吗？有动画，碎啦！这背景音乐太吵了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灯关掉嘞！那个鬼帮我把电灯关掉了，完蛋，出事了，各位，真的出事了。Well， 我想现在应该没有回头路了。没错，我们只能进去探险了。怎么会有怪物的声音啊？目标是找到我们的朋友欸，现在要开始在废弃医院找朋友了。我怎么感觉找到我朋友，然后他们都死掉了？他好像是说学校的巴士停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的老师看到什么两个小孩站在雪地中。这老师是看到鬼了吧？哈，是看到鬼了吧？啊，下车干嘛？对不对？你在森林中看到鬼，叫学生下车干嘛？哎呦，这老师有病是不是？那可能是我认识的人，真的假的？我的女朋友在惨叫。我需要找到一把钥匙，打开了这个门。OK， 它的翻译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是怎样？找到门的钥匙。好的。欸，这里面感觉很可怕欸。是什么？外星人的照片哦。神经病。OK， 这里有钥匙吗？没有。对面房间。那是我的脚步声吗？还是有人啊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先进去看看啊。欸，没有，这间房间也没有。那肯定是在这一间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吗？前面呢？每一间门我打开看看。欸，我看到什么东西啦？这个手电筒还要花钱买哦。哇，连游戏的手电筒都要花钱，我才不要！坑钱的游戏我才不要买，绝对不支持这种骗钱的游戏啊！欸，前面好红哦。Hello， 有人吗 ？My friend， Where are you, a friend？木板，这木板可以拿欸，这可能有用。好像又是那一种什么地板破洞，我们要扑过去吧，对不对？肯定是这样子。OK，
恐怖游戏玩多了。行了行了，干嘛啦？又怎么的啦？这个低级吓人点受不了了，有洞洞是不是？哦，这边还有路可以走，进去看看。哦，这音乐超吵。苍白的皮肤和黑暗的眼睛，主治医生已经宣布这个案子是最高的机密，父母已经被告知什么东西，然后已经去世了。我叫做艾尔米拉，杜纳特，不要做什么，他叫我们不要做什么。哎，管他去死，那个小妹妹的照片而已，不要理他。这些都可以开耶，开，嘿，开，没有东西啊。那你叫我开这个门干嘛？耍我？男厕哎，完了，厕所一定出事。Hello， 门锁的，这也是锁的，这门都是锁的啊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里没有小便斗？这样怎么尿尿？直接尿地板上，脏脏。女厕 ，Hello， 艾尔米拉，你在里面大便吗？艾尔米拉，啊，里面红红的呢。Hey，Hello， 我有不太好的预感，感觉要有惊吓点。眼睛尚未变黑的人，哈？眼睛尚未变黑，什么意思？这些不会都可以开吧？还好不行，我差点以为我要一个一个慢慢找，不要让我做这种事，拜托。所以这里就剪一张纸条，不可能吧？什么线索都没有。来了，惊吓点。Hi， 艾尔米拉 ，Where are you 啊，艾尔米拉？他不在这里耶，那哪里需要用到木板啊？我到现在还没看到呢。Leave， 叫我们离开。不要，我要拿钥匙。这个钥匙是那个前门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艾尔米拉，不要闹。好的，没事，他只想吓我一下而已，是个调皮的小妹妹。我们现在去把那个一开始的门打开，有人在里面尖叫嘛，对不对？我的朋友在里面尖叫，很需要我的帮助。我来了，朋友，放置木板。好的。我需要找到一个穿过走廊的方法。欸，太快了吧，那个字完全没看到。蜡烛穿过走廊。这音乐真的好大声，好吵哦。干嘛啦？点点点点点，主角表示无言啊，神经病，真的。这门不能开吗？然后这游戏竟然不能跳哎，我只能慢慢的走，哎呦很危险哎，啊，差点就下去了各位，救命！我朋友被抓走了，赶紧往前冲，我们去把他拉回来。感觉是个妹子啊，一定是我心仪的女生，我要去把她救回来。哎，掉到地洞里面了，点点点，无言。目标开门，哪里？哪里有门？这边吗？这是什么？更好的光，又是要付费的手电筒。这个作者是没有这么缺钱啊。If you see them， 赶紧的 run。所以这里开始要追逐战了吗？小男孩跟小女孩要来追我啦，各位，太刺激了吧！好色哦，等下被告哎。我在某个地下室，寻找逃出地下室的方法。这里是地下室哦，我要怎么逃出去呢？纸条。正门是唯一出去的道路，我们要从正门离开，但是前提是我要先找到钥匙吧，可能是这样子。这里没有钥匙，那我们可以走了。感觉这种红色房间都会出事吧？这需要密码哎，我们要找到画框，但相片不见了。我们要找到照片，把它放上去，收集小妹妹的。没事啊，没事。这里要开始找照片，我看一下，哎，第一张照片对不对？这张照片上面有名字，什么名字啊？照片上面写的低能儿，哎，哦，是个低能儿的照片啊。我们先把它放上去，很好，然后再去找其他的。你把你照片藏去哪里了，妹妹？不要闹了。哦，在这里啊，躲在这里是怎样？艾尔米拉，不要闹。开门，
OK， 解除锁定，打开，解锁，很好。这是艾尔米亚的尸体吗？看一下哦。停尸间好像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字好丑，懒得看了，不好意思。地上有血迹，然后被拖到水里面的感觉。他应该不会跳起来吧？不会，他完全没有任何反应。基本上可以走，这可以跳吗？跳，不行不行，这游戏不能跳。我还以为上面会有隐藏道具之类的，结果没有。溜了溜了，要下海了，没有。这个水不能下去，往这边走。哎呦，没事，开门，打不开。这里有梯子，这里不是有梯子吗？为什么不给我下去啊？啊，不能下水吗？谁在哭啦哈？大半夜他妈哭，神经病是不是啊？想被我打一顿你要讲。这边可以进来，帮助传送门，它看起来是我唯一的出路。我需要弄清楚如何启动它。启动传送门哦，一旦你见过它的话，一切都太迟了。然后你们有看到中间有一张鬼脸吗？他这个纸上面真的是有鬼脸的，好可爱哦！怎么这么可爱？打开门，打开了，所有杠杆，我们要打开四根杠杆，了解？太简单了吧，这游戏？哦，又是迷宫哎！怎么最近玩的每一款游戏都是迷宫啊？一个，然后我觉得这游戏应该是不会死的啦，所以我们不用太紧张，我们只要被吓就好了，被吓然后解解谜就没事了，对吧？不是吧？不会刚讲完就有追逐战吧？好像没有，好像有好像是追逐战我靠近他的时候画面变红嘛，对不对？完蛋了，出事了，真的是出事了。保存体力一下，我们尽量保持70%左右。有点难找你们看这个手电筒，有跟没有一样啊。太夸张了啦，作者，看到了，第二根，这里到底有没有鬼在追我啊？有吧，应该是有吧，你看，我这个画面应该是有才对啊。我死掉了，所以他刚是在我后面追我是不是？好这里有一个，还缺一个，各位，但是我根本没看清楚他怎么来的还是我们看一下，在哪里？有吗？他靠近了吗？完全没有脚步声来了，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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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幸好这游戏无限条命的，那我就不怕了，我要尽管的冲了，各位！洗吧，对不起，抱歉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啊！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我，不不不不，来抓我啊，笨蛋！呵呵，抓不到！完了完了，完了！但他也太阴险了吧！他给我躲在那个，他给我抄近路好聪明哦，这个鬼！我觉得我自杀比较快。来，鬼呢？鬼在哪？什么？我赢了？这个地方看起来很熟悉。这里是哪里？那个是医院大门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最后的动画真的是太让我惊艳了，零分。我怎么感觉有点该说无聊吗？好像有点太平淡无奇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是我们这阵子玩的 Roblox 地图都比较高级一点啊，所以这张看起来就比较普通一点。我是觉得有点太快通关了，然后惊吓点也没有到太多，鬼的模组好像也没有很可怕，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个小妹妹啊。都看过啦，好啦，那我们这张地图差不多就玩到这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频道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